哟，我媳妇儿。喂，大米啊，什么指示？啊，让我回家去拿被子，拿出来晾一晾。哎呀，大米啊，我这没时间，对，我这忙着呢，我得看着点啊，东广场不能晾被子。对啊。哎呀，晾上，哎。这天好，好好晾晾。大梅姐。不是，小万呢？啊，你一个卖墓地的，你大白天出来多吓人呢！我看看你。不用你看我，我很好。那个，我不要，别打折，别送。你是要全款呐？有钱人呐？不是，我压根儿不需要。你有事说事，离我远点，太吓人。那姐，你起来点。怎么的呢？我就是来晒一个背，过来吧，来，不是，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也该背啊？那我还穿着衣服睡啊？不是，你离我远点，你不是有小区吗？你上我们小区干什么来晾背？我们小区那背都晒满了，这不你们这边有地方吗？我就过来了。妈呀！那你不知道我们小区有规定吗？说这个晾被子只能在西广场晾，东广场是不允许晾的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你咋在这儿晾呢？你能跟我比吗？是不是街坊邻居？我跟物业经理赵刚子是什么关系？你心里还没点数吗？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啊？错。那是说不清的关系，知道了吗？赵刚子跟我说了，整个小区只允许我一个人在东广场晒，你信不？我不信。你不信？你等着，我给你找赵刚子去，我让他当面跟你说。你等着，等着啊！晒个背还得找关系啊？物业经理赵刚子平生那是正义的化身呐，怎么他也整这种事儿呢？还不让我在这晒？哎，我今天我就在这晒了，你还能给我怎的呢？我就晒了，那我就在这晒。小万呐，我妈真是你呀、啊！大白天你怎么出来了呢？你们咋都这么说呢？哥、啊、我是卖墓地的不假，那你也不能白天就不让我出来了呀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你让我感到很惊讶。那个怎么的，你不会在我们这儿又贴那小广告吧？我不贴小广告，我晒被来了。这不这儿不能晒 啊，这是东广场，这样拿到西广场晒去，好吧，赶紧拿回去。刚子哥，我知道咱俩关系一般，但是你放心，咱俩往后慢慢处。处啥呀？我说不清了去。说不清了去。小万呐，你这两天卖墓地是不是不太顺呢？受啥刺激了吧？行了，赵刚子，别跟我俩在这装了，谁求不着谁呀？这么的，你让我在你这儿晒被，以后你买墓地我给你打八折。这么的，我再送你一套苍松翠柏。不是，小万呐，你别每次一来了你就跟我说这道嗑，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啊？什么苍松翠柏呀？你说送墓地的，你我跟你说，小万，以后你千万见着我，你别再说这些词了，好不好？你每次说完了，说的我心惊肉跳的，我跟你讲，一张嘴寒气悲人，说的我心里拔凉拔凉的。是，你整一套，早晚你用得上，哥。不是干啥呀？你每次老送我，你自己咋不留一套呢？我咋没留呢？我那套还是大户型的。你咋不给你自己留个复式呢？对呀，哥。
我留个复式，完了把我那大户型过户给你呗。行了，行了，姑奶奶，我行了，我啥也不说了啊。这样，赶紧把你这被子啊送到那边广场去，好吧？这东广场不让晒。你通融一下，我那大户型都给你过户了。你别过户了，快点拿走吧，我求你了，别提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你还让不让我活了？拿走，拿走。哎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回来。干啥呀？这你的被子也收走，一起拿那边去。这不是我的。啊？这不是你的呀？啊？这谁的呀？这谁的？你心没点数吗？都说不清的关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谁呀？到底是？金大美的。啊？这金大美的被子吗？哎，他被子怎么放这儿呢？这不让晒，他知道啊。你让他在这晒的呀？我什么时候让他在这晒了呀？人家说你的三龙四宝万泽里。哎哎哎哎，别走，泽里泽里泽里，来来来，过来。怎么的了？什么怎么的了，大美啊？啊？这被子是你的吗？是我的呀。你跟人家小万说，我让你在这晒被子呀？没有啊。哥，不是啊。你离我远点行不？行行，不是，是你跟我说的，赵刚子让你在这晒的，你俩都说不清的关系了吗？我说啥你都信呢？我不应该信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妹妹，我今天跟你交个底儿哈，我这个人你要了解，我平时白天一般说什么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这白天的世界也太复杂了。大美啊，你没事你就别闹他了，行不行啊？人家好不容易大白天出来一次，你再把他闹晕了。行了，赶紧这样，都把被子拿走，送到西广场去，快走吧。我拿不动了，我也拿不动。什么拿不动啊？你俩怎么拿来的呢？单程可以，往返费劲。行，来来来，把被子给我，我给你送过去，好吧？大美姐呀，你看看。这刚子哥心里还是有你呀， 啊拿被都先拿我的，让你的被在那多放一会儿，好多晒一会儿啊。哎呀，小万呐，能不能不挑事儿啊？说什么呢？哎，大美，把你被子拿来，我给他放底下一起带过去。啥意思？把我被子放底下就是垫被子呗？啊，一会儿到地方先把我被子搁地下。什么意思？赵刚子，你怎么叛变得这么快呀？不就他卖你墓地给打一八折吗？真有意思，我告诉你，赵刚子，在你去那边之前，这段时间咱俩还得处呢。你想好了，处不好，我容易提前给你送过去。那是就打个八折吗？我还送我刚子哥一套苍松翠柏呢。苍松翠柏算啥？赵刚子，我再送你一套菊花台。哥，不用怕，你走你的，到那边有我呢，我接你。行，去吧。去什么去？我去你俩的吧，我。那什么玩意儿？那两床被子就把我弄走了，是不是？不惦记了我活了是吧？我看出来了，这不是两床被子的事儿，这是我这辈子和下辈子的事儿。来来来，你把被子给我拿过来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来，这个也给我，这个我不管，你拿着。看见没？现在你俩啊，一边一个，而且高低都一样，平辈儿了。没事了吧？没事，你俩走吧，过去等着我，我给你拿过去。行，东广场见，西广场见。我得找你算账，不够意思。哎呦，呀，小帅哥，你来了。赵经理。哎，班主任。哎呦，你这干嘛呢？哎呀，不是，这不是今天好不容易晴天了吗？啊，好多人在这晾被子。啊，我说这儿不让晾，都给他们送到西广场去。不用送了，我今天过来就特意告诉你这事儿。啊，怎么呢？这不之前咱们东广场不让晾被子，是怕影响了业主健身。对，之前一直阴天，今天好不容易放晴了，好多业主都想出来晒晒被，西广场晒不下了，然后我跟田经理一商量啊，就同意大家今天在东广场晒被。哎呀，哎呀，关主任，这个决定太英明了，我代表所有业主谢谢您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咱是一家人。好好好，叔叔你工作辛苦了，你吃个汉堡吧。哟，还想着叔叔呢呀。你吃的啥汉堡啊？肯德基的香辣鸡腿堡，好吃的。爱吃这个肯德基。叔叔不吃了，叔叔上班不能吃东西，你吃吧啊。
那好，回头我再请你。你还回头还请我？你有钱吗？我妈妈有钱。我跟你说啊，孩子，你妈有钱是你妈的钱，你呢得好好学习，以后努力，等你挣了钱以后给你妈妈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等我长大以后挣了钱请你吃多多的汉堡。哎呀呀，你说你长大了还要请我吃，你哪年请我吃啊？40年之后吧，应该。40年之后，我今年岁数，我今年岁数73、84，我争取在坎儿之前能挺住。小家伙，有点长了。去玩去吧。妈妈那边有滑梯，我要去玩。去吧。那走吧。啊，那你跟小刚叔叔拜拜。刚子叔叔拜拜。拜拜。你忙着、啊。再见，关主任。哎。哎呀，真可爱。赵刚啊。呀，媳妇儿。你咋干啥呢你？我这样，我帮那个金大美啊，还有那个卖木屐的小万呢，把这被子给送到西广场去。刚才我给你打电话，让你回来帮我晒被子。对。你说你工作忙，对不？是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这工作是帮着别人家的女人晒被子，把自己家的女人晒一边，对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媳妇儿，咋的还生气了？咋的呀？你说咋的呀？我媳妇儿没吃过我醋，这家伙吃一次可不容易。我看看，你看你，你看看你干啥呀？你吃啥醋啊？哎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在我心里边只有你，我已经把你都装在我心里了。你看看你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放心吧。装得满满的，已经没有别人的地方了。哼，这点我倒是蛮自信的。走吧，西广场晒被子。哎哎，不用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还要正要跟你说呢。今天呀，临时决定了，东广场也开放了，可以晾被子。哎呀妈，太好了，这主任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啊。行了，赶紧晒。住手！咋的，嫂子？晒被子呀？哈，晒自己家被呢？啊，赵刚子，你城府可挺深的啊！这家伙把我们一溜烟全撵到西广场，这东广场留给自己家是吧？一个大广场晒一床被子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包场吗？啥呀？啥包场啊？赵刚子，你真行啊！一个广场晒你家一床被子，什么体格子呀？你看你俩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刚才呀、临时通知了，说这个东广场啊也可以晾被子了，这才开始给你俩晾，明白不？糊弄谁呢？这么重大的决策，这么会儿功夫就决定了？赵刚子，你欺人太甚！就是、我告诉你，这儿不是没有地儿晾吗？姐，没事儿，把被拿走，上我那个墓园去，咱一个墓碑上给他晒一个。就是。完、哎、姐、哎哎哎，我有地方晾。你俩这是啥呀？你往哪儿晾啊？怎么你见过养墓起来了呢？哎呀，怎么了这是、啊？哎呀，主任呢？你来的是真好啊！咋了？赵刚子不让我们在这晒被子，但是他在这晒他自己家的被子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就赵刚子这种行为，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我们百姓点灯的行为。给你汇报一下，误会了，纯纯的误会。是我刚才来跟他说，今天东广场可以晒被子的。赵刚子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你这还在这沉默，是不是造成这么大的误会？不是，怎么就我造成这么大误会？我刚才跟你俩解释了，你俩不信呢？不是，你刚才你没说清楚。赵刚，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呀。赵刚子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抠什么字眼啊？你就承认你错了不就完了吗？你错了，知道吗？哥，这么的，我那大户型照样给你过户，我菊花台照样给你买不送退的，照样有小花篮水果园照样上。哎，不行吗？刚子。啊，他俩要请你吃饭吧？吃啥饭呢？他俩把我整走，上哪儿去？我跟你一起去呗。你别跟他去了，咱俩都没了。啊！哎呀，你快躲一边去吧，没你的事儿啊。掺和啥呀？咱家怎么也得留一个呀。那个，咱不闹了，行不行？不就是晒个被子的事儿吗？对不对？现在领导已经同意晒了，咱不吵了，行不？来来来，把各自的被子取走，完晒。这哪个是我的呀？这个、赵刚子，你给我弄乱了，乱了，乱了。这个不是我的，被子还挑不出自己。哎，这
这怎么都长一样呢？哎呀，那不是去年有个纺织厂来卖被子，便宜我们就都买了。我也买了一个，我也买一个。哎，那咋办呢？是，对呀、啊，这咋整啊？都乱了。赶紧想主意、啊。你都弄成这样了，我有啥主意啊？你赶紧的。哎，哎，行了，有办法了。啥意思啊？我家刚子只要一。哎，他就有主意了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把被子都打开，哎，打开，都打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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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儿子帮忙，来，来，打开，哎，来，都打开啊，好，帮着阿姨，来，我看看，别动啊，我看看啊，应该是这样，拿着，这样拿着，明白了，这条被子是金大美的被子。凭啥呀？你看，你个高腿长，这被子细长细长的，这不是你的是谁的呀？对不对？你能买那种固头不固定的被子吗？嗯，不能。对呀，这是我的。不是你的是谁的？拿走。哎呀，来，拿着，看看这个，这万美林的。不是，这咋就是我的呢？一摸冰凉冰凉的，冻得都扎手。你的。那确实是我的，那这条你的了。这条肯定是咱家的了。为啥？一摸就是那么暖暖乎乎的。光暖和有啥用？尺寸也得够啊。怎么的还要试一试啊、嗯、哎呀，媳妇儿看见没，这尺寸最合适，咱家这被子就是金大美的被子，横着盖。刚子哥哥，有时候我觉得你吧有点缺心眼儿。你就直接说我傻不就完了吗？刚子哥哥，我愿意跟你傻一辈子。哎呦，这是晒被子吗？这晒的是啥呀？这叫晒幸福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词儿都知道啊，你太厉害了。主任，来晒被子吧。好，咱们晒被子。敬拜礼，敬拜，晒。